心气沉下来，你累有点累，但是心气稍稍往下放一下，位置还是有用的。嗯，现在你的心气就在这儿，你往这儿放是来起点作用。你一回来，我的气马上到这儿。你放着往下放一寸，啊，会好一点。深呼吸，刚吃完饭，哎，肚子顶着，哎，还是挺好。你看刚才你的气，比如说在这儿，现在在这儿就舒服好多了。你在这儿就容易顶，哎，他这个气对人的影响很大。你不是坐在那憋着自己不动，但是脑子里都奔着乱动，气沉下来，坦坦荡荡，坦然地坐在这儿，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自己，没欺负自己，然后安静下来。关键你这个镜子太明了，我又照见你了，一回来就把我的小尾巴全露出来，全露出来，吓得我尾巴在哪里呢？我看看。骑上去了是吧？这所谓的尾巴就是各种心里难受，但心那种彷徨，但是好多了，慢慢会好。知道你心里难受，还是有触缘嘛？很多没触都怎么会难受呢？但比以前好多，以前是台风跟海啸，现在只是晃动。现在没有龙卷风，也没有台风，也没有海啸，就是湖面上的小涟漪，比涟漪大一点，有个小风翻过几个海浪，但那些海浪呢也在翻晃，但是里边呢因为有一些脉毒，它会导致嗔恨跟抱怨，它一翻就有点恨恨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有点嗔。但是秤已经没有那么恨了，只是秤，秤恨还是两个，知道吧？先是秤恨，最后恨少了变成秤，就是有点隐隐约约有点不舒服，哎，然后慢慢秤也没有了，就是那样。哎呀，愧对大家呀，台风怎么搞的？再搞一个我看看，没了。师傅，他都阴雨连绵了好几天，那都是我的眼泪。我开始悔改了，准备，哎呀，本来想忏悔忏几天啊，来想想算了吧，赶紧别赶了。你要是发现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因缘都能触动你，就说每一次都是一件事在触动，那么你在这件事特执着，你一定要在这件事叫觉醒。就说每一次都是这个柠檬片过来把你戳到了，让你又刮台风又刮那个什么，哎，你发现只不过是柠檬片变成大的小的，哎，老的少的了。每一次都是这一件，基本上大同小异，都是同一件事能够触动你的心的话，那你在这一块你一定要绝照了，就是这一块你就是你的死角，就是你都时间你都最薄弱的地方，你就在这儿修，就 OK 了，就解脱了。但是自己说怎么也打不开，那真的是要多广积功德，广积善缘的，还不是直接什么也做，就是所有的法门，就是什么都要做，看哪个能对那个钥匙把那个打开。那你还有时候想开了，然后过一段又想开。那你是功夫不到嘛？功夫不到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死劫嘛，有些地方，大家是有情众生嘛。情是一般都是第一位的嘛，亲情有情，情是第一位，情最难破的还是情，对女性来说，情结在这一块，哎，就是觉得在情里边，我们赋予太多东西了，对一份情感啊，一份情爱啊，爱啊这些，当然亲情也赋予太多，友情也赋予太多，其实情本，但是情真的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，你要放下一份情。因为他看不见，你要是把这个杯子放下，这太容易了嘛。因为每个人都会拿起来放下，那情你说捉不住是吧？从哪放？他又真的是拆下眉头又上心头，这怎么会放下呢？是吧？而且那种抱怨、那种嗔恨马上就起来，因为你赋予太多期望对一份情，太多美好的东西，人类太多美好的东西跟情有关，哎，圣洁、完美、无私，因为尤其是。两个陌生的人相遇，爱情啊，因为亲情友情吧，还这个还好一点，因为友情没有那么近，哎，毕竟还各过各的人。有亲情吧，是那是我生的，我养的，或者爱我的，我这个好像还好很的，有血缘嘛。
但是爱情这件事是确实是两个陌生的人相遇突然碰出火花，而且在一起要去为对方奉献的，哎，就是会做。那所以爱情的美就是，所以很多人去追求爱情，就是因为它里边蕴含了太多人力无私的东西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可以为他生为他死，甚至但是你跟他没有血缘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呢你竟然为这个陌生的人去做很多美丽的东西，很多美好的人力最美好的品质可以在爱情里边呈现出来，可以无私，可以奉献，可以为爱情改变自己，就是他很多习气可以为了那个男的女的他可以改变。所以很多美好的赋予很多美好的神圣啊什么这些东西，但是他突然你当你其实但是呢这份爱情里边很多自私的东西。自私是什么？你的欲望里边衬着你的欲望，因为你的爱情是有所求的，哎，一旦你爱上一个人你就想占有他控制他，你就会想让他满足你所有的渴求啊，因为你爱上一个人一般都是先满足了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嘛，就是也局限的六根，你觉得你看着顺眼，听着他声音也好听，鼻子啊气味啊什么都好，满足了你的其实是六根嘛。然后我觉得一个要看清爱情啊，你这个要说情理解脱，先是在性这一部分要解脱，在生理上这一块你要有一天解脱出来，然后呢对受啊，连这个受都就是受毕竟空啊，这个觉受啊，觉受就是生理的刺激啊，这个觉受都毕竟空的时候，爱情才能跟生理的性才能完全合一，就是爱啊，就是你这个爱情才能完全升华成大爱。然后因为你没有觉受的时候，这个爱就呈现在那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是完全的一份真的是完美的这个人世间完美的爱情。如果一旦你的生理上那些东西没有解脱的话，这份爱情一定会自私的，一定是占有控制嫉妒抱怨全部出现的。你要是说 有一份爱出现在那里，真的是如如不动的永恒的爱出现，你生理上一定要解脱。你不要说你是觉得是不在乎他拥有或者是失去，你只要生理上没解脱，你还有觉受，你对生理上欲望还很强烈的时候，你在爱情里一定迷失，一般都是。但这个需要修正才能达成。怎样去修正？有没有什么对策的方法？身体的这个觉受不单纯只是性方面，对在家人来说，因为你已经是在家人了嘛，就是但是如果是对在家人来说还是亲切欲还解脱呢，首先还是在性方面的暂时的离情区域是要的，就暂时的闭关一定要的，或者在撞电上啊，就是有一段时间你肯定会离开情欲的，就暂时的去离开，然后呢去慢慢的去了解性本身，其实这个行为没有什么，因为是你认知呢，是吧？因为性行为本身不能带给你任何的东西，否则那我一直说，否则强奸也很快乐了，是吧？因为它本身它不是，它是你心里边你认知，你跟所爱的人在一起，你才会幸福；一个不爱的一个人在一起，性行为你会说就痛苦。所以性行为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善恶痛苦啊这些，是快乐的还是痛苦这个概念，是你的认知角度。你跟谁在一起，或者你认为你怎么样，所以始终是一个心灵的认知嘛。所以这个行为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，并不是那么难。我就半天说，其实你是把这个性赋予太多神秘的东西，是因为你的头脑就太多的头脑里边的就是赋予了爱情，因为这个性是两个人达成的，所以你爱情这一块呢，你赋予了太多美好的东西，所以你断不了，你离不开，你会陷在里边，就是你的心灵给予它太多美好的定义了，很多你生命里边的很多东西，爱呀，都赋予了这个行为，或者赋予了这个大家在一起，甚至不是说的大家有性生活，甚至两个人相依相偎啊，永不分离啊，就在哪怕住在一个房间里，住在一个家里，你不愿意跟他分开。啊，你不愿意他天涯相隔，你的拥有那种感觉，或者甚至拉着手就行了，但这都是一种就是对爱的，其实都在爱情里边这个范畴里，其实都是在觉受里边，你拉着他手也是觉受，是吧？他坐在你旁边跟不坐在你旁边你觉得不同，其实这都是你心赋予的，这些定义都是定义，知道吧？甚至你会发现你可能说是你觉得你爱的很圣洁完美，
你觉得你是说有些人啊，说爱的，有些人觉得自己爱的也不圣洁，但有些人觉得啊自己不会在意对方的怎么怎么。你突然有一天你去反省你自己，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是情下欲下，所有的下都破解，你不在乎他的这什么物质层面的、三维的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，你的爱在哪里？你到底爱什么？你连接受都不存在的时候，你爱什么？你能爱上吗？是吧？你到底爱他什么？你说你爱这个人，你到底爱他什么？是吧？你发现你爱的还是一堆定义，一堆像，然后还是最后爱的自己的觉受，自我的觉受，他就感觉让你爽，让你舒服，哎，你爱的是觉受，是吧？所以没有。但是你要破，从这个里边解脱出来，但是这个里边统摄六根，它里边有时候其实情欲这一块就是你的心，你就是个心，就是你的人世界的心，知道吧？你在这一块满足不了，你的心里很难，一直难受，告诉你。然后你用你的戒为觉知来去框定这个东西，你说分离了在一起，分离了在一起，等等等等，慢慢在觉照这一觉，这些都是通旁观的觉照，慢慢就清醒了。哎，不一定说你修这个要修个多深的禅定功夫啊，修行就是旁观觉照你的每一个行为，旁观觉照这样子，慢慢就解脱出来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当你的受啊所有的东西，你慢慢觉照到时候，爱会永恒，爱就在那里，从来没离开过，爱谁不重要，爱就是永恒的。然后你在爱情里就再也不会受伤，再也不会，不管你爱或者不管你一个人，还是结婚，还是离婚，还是怎么样，不管你怎么，这世界你这爱情里面你怎么样子，这形式是什么？因为那需要诸缘具足的嘛。哎，比如你要结婚，得有一个爱你的或者你爱的人才能结婚嘛，否则怎么结，是吧？哎，你要单身，你一个人也行啊，一个人过得也很好啊。哎，你要说是。还有出家或者是怎么样走离去都可以啊，你选择怎么样的方式，那是诸缘具足，缘的具足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方式能伤害到你的爱情这回事，只要爱永恒那一刻，但是超越觉受的，超越你性的那种觉受的，那才一旦，但是这里边你会发现，先就是从金刚经的破相开始的，情相、欲相、男相、女相。哎，先从破相，然后呢，然后无私的，然后做菩萨道，利他无私，慈悲，对对方慈悲，然后再破相。当这些相破了，破的从你的头脑概念的破除以后，性这一块，你在性这一块就是已经，它没有性高潮，也不会有什么乐，或者有，你没有苦，也不会有乐，也没有什么高潮低潮，性就是一个。叫空乐不二，这个时候才能说是密宗的修行啊，才会，这才是等你破尽这些相的时候，这才是一个法门，知道吧？乐无处不在，知道吧？就算有性行为，它也是无处不在的，但这个乐真不是人类的刺激跟快乐，真不是大家说的，这是一个高潮啊，不是那回事，空乐不二，而且你在任何行为里边都可以获取这个空乐不二的感受。和一个树叶看着一个树叶都可以获得那种大乐，这比如说报身没有圆满之前，在你没有圆正之前，但是呢性啊，就是为什么到最后这个能成为一个法门呢，就是当你破去情相、欲相、男相、女相，破了这些相的时候，因为修脉轮，假如说有些那个就是宗教，有些那个门派他修，然后他对气脉的触动还是最大的，就是比如说生殖系统的触动，它能够开启，能触动到你每一个末梢神经，因为它那一块的气脉啊比较敏感，它的触动的对你的气脉打开，有时候还真是不是触动胳膊、触动腿就能够起到的，触动你的手、触动你的头，它不一定能打开，触动那个部位它会打开，就开启，但是呢必须破镜像，否则你着相你一定会没在里边，那就不是一个法门。多修禅定，多静坐来转化生理的这个气脉。有些人对情感的这种强烈的饥渴或者渴望呢，它来自于生理气脉的，就是这个，就像有女性啊或者男，他海底楼这些气脉与气脉有关。
就是他要你要静下来，静下来打坐静坐，然后把这块能量，就是说精足不畏寒嘛，精足不失盈。当一个人精气精足的人，就不会失盈欲啊，也不怕冷。哎，所以这一块是不足了，越不足越空，他就说越消耗他越饥渴，越消耗也就生理的本能嘛。所以让他静下来去把它蓄满。但是人力是什么？到精一足的时候，他就会漏食，他就要跑掉。男女都一样，哎，也就都有精气嘛，男女都想跑，因为不跑他就觉得哎有欲望，因为他那欲望哪的？他精足的时候，他就会见闻觉着，一看见有缘众生，有男有靓仔美女，他就会漏食。所以要六根清净，哎，就是见闻觉着上慢慢的修嘛。哎，不再分别了，如如不动，然后精就蓄满以后，精就转化成能量了，炼精化气嘛，就转化能量。这个时候你就能自控了，你的性行为或者生理就是有也可以，没也可以。哎，就它不会影响你，就是说这个生理的本能已经不影响你了。就像你吃饭，你吃素也可以，吃肉也可以，甚至有的人闭果也可以，不吃也可以，是吧？它已经能操控了，就是这个生理本能实色已经完全操控在自己手心里的时候。你就很自在了，哎，你就不会受他影响，那个时候你的情绪会平衡。其实这一块对人的就是生理上本能的这些欲望，对人的情绪影响蛮大的。有时候有的女孩子来例假期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在性能力性方面，或者是她要是不满足或者饥渴状，她情绪会很低落、很压抑啊，或者出现一些很烦啊，或者什么出现一些就像天老是阴怎么，这是一个本能导致的状态。调整就是修禅定也是让他，但是每一次当有时候他那个精气要淤积满，刚开始淤积满，那一般就像我们在家人，他是都是四五十岁，有时候三四十岁啊，刚有时候二三十岁正强壮的时候，他就要漏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一看到有缘众生，他就会漏，那个时候。尽量的有一段时间，比如说白日诸暨啊、闭关，强制性的慢慢的让自己从人红尘里边的见闻觉知里抽离出来，然后进行，甚至把自己闭关或者去休息一段时间，这样一次就有些会有时候会忍一下，或者是不要他漏食，就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哎。但是呢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说有一点，就是有的人男性会压抑，就变成了一种压抑，或者有的身体很好嘛，他能量很，最怕的是变成压抑或者变成一种病态，就是他堵，就是会输尿管啊、输精管出现问题，上火，哎，因为他心不够宁静，旁边就坐着美女，然后他又不断的要压抑克制自己，然后自己心经摇晃晃动，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泌尿系统上火了，就出现啊牙疼气痘，就出现问题了，所以这一点也是要注意。那一段时间，如果自己在这方面特别强烈的话，可以喝点凉茶或者吃点清理一下，因为这样一段时间，只要你的六根不要着相，因为你再性欲强烈，你也不会看这个石头就起反应吧，是吧？所以还是你的见闻觉知在起作用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一刻，自己在见闻觉知上就正生正义正言，不要产生那个，就是就算有缘就是坐在你这儿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有老婆有老公了，是吧？你不要蠢蠢欲动了，是吧？要克制那个，把那个阴克制住，是吧？就算你单身，那对面有个有缘众生坐在那儿，是吧？你说哎，我也准备结婚了，但也你看那个人也不一定跟你走下去嘛，你一看就不是跟你一段嘛，你动动有什么用呢，是吧？就何必乱动呢，是吧？你说觉得看见对面有个人，你想结婚，你想谈恋爱，对面有个人看上去说哎，差不多啊，年龄啊，各个方面都相仿，而且这个人确实好像对自己有意思，那你动一下还是有理由，你不要说见一个动一个，是不是？大家就是晃啊，那种晃啊，心惊摇荡啊，那种那都是伤害你的精气了。对，有时候，但这个与生理也有关系，但是这也不要怪我们，这个是个本能，是吧？就像你饿了，就算有时候不饿，你看见那个苹果还想啃一口，是吧？不是你饿不饿的问题，是吧？这习惯嘛，习气嘛，谁是试试习气嘛，所以也不用责备自己，这是，但是在修行里边，这是必须你经常面对的问题。哎，是一个人，因为你是从人起修的话，这个还真是本能的这些反应，你要逐渐的看清楚。你越遮着掩着，你越压抑着，你越搞不清楚，你越
然后呢就在那儿，其实很多问题出现在这儿，只是他不说。嗯，但好像这个因为修正佛法这一块，大部分是一些主流弘扬佛法都是出家人在弘扬，这种问题不好谈。一个出家师傅咋坐这儿谈稀有的问题，是吧？都不好说，师傅你体验过吗？是吧？都不敢说的吧，是吧？不是在家人聊的吗？但是这是作为一个人，你起修都要面对的，面对见闻觉知，面对到有缘众生的时候，你的话或者心经话，还有的对生理本能的影响，或者生理本能导致的情绪的反应，这些自己要了了分明才能对治，自己要知道是生理的原因，还是心态的原因，还是见闻觉知自己着相的，然后去调整。如果反复呢，这陷在同一个陷阱里呢，那真的要忏悔了，真的是。有时候真的是我们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的陷在同一个地方，掉在那个地方，就是痛苦不堪。